天就快亮，键盘不停敲响，恍若演奏唢呐，只要拥有家乡，我们就有希望。天花乱坠，荒唐偶像，活色天香，你的我的他的他的，谁都一样。众星都张望，无数饥渴的瞳孔比月还要亮，自我满足的欲望比梦还要响，隔着荧幕成了英雄，用距离埋葬真相，且让谁为你鼓掌。天都一亮，再来更多视窗不睡，铁都不怕，只怕醒来以后又是什么？你每年就说什么？还以为自己真有满脑子的思想，就借你写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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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发狂，写死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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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能在周一福州？你追求什么？你放纵什么？难做的时候再更勇敢赞美。你说着什么？你猜测什么？别用一根针的眼光看世界。你寻找什么？什么找不到终点也回不到起点，你说了什么你做了什么，肢体间月月是好的良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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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始，我们接下来每一段 talking 都要用唱的，好吧？那么嘉凯，你要不要跟大家聊聊天？毕竟你也出过专辑，应该很会唱歌才对。唱的比说的还难听。不好意思打断你，还要继续唱啊，重点不是唱歌，是你要聊天，你没有聊天。唱歌唱歌，我看到小薇想到一件事，哎，所谓的唱歌要有旋律，你不可以只是同一个音。我知道，我看到小薇想到了件事。好辛苦，他已经看起来很辛苦了。我知道你尽力了。那不如阿福也来一段 talking。我的 talking。哎呦！就在兑换心意。你无聊。我们现在越来越像在唱山歌。嘿耶嘿哟。我现在正在等我右眼的隐形眼镜回到原本的位置。啊？他去哪了？他可能现在在下面吧。真的还假的？对啊。而且他拱近视很深呢。所以我现在一边1000度，一边零，就是一边有近视，一边没近视。啊。我刚刚憋在心中很久了。好，阿拱不是说他隐形眼镜要掉下去了吗？对啊，其实他是掉在地上，因为我有看到在这里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，就在这。我刚刚，所以其实根本没有在你眼睛里。我刚刚唱你在烦恼什么的时候，就一直盯着他看。阿拱，你到底在烦恼什么？但是我不能破坏气氛，我一直忍到现在才讲。你看在这，有没有？很厉害吧？这不前面不是纸花吗？没有，你自己看，这是你的隐形眼镜吧？真的耶，真的是隐形眼镜啊！什么时候掉到这边的、啊？我不知道，你在这边一直地板动作的时候。巡演已经进入倒数的几站的状况，我说今年，今年，然后倒数几站的时候，我们也会迎来秋天，然后过没有多久，我们这些人就要去过冬了。
大家应该知道过冬的意思，就是我们要准备最后一张复刻专辑，然后希望可以赶快的带给大家。那你要不要一整天就这样滑下去了？啊，一整天滑是不是？整天都在滑，整天都在滑，一整天一整天滑。一整天喝酒，一整天闲热，一整天说怎么都没有行程，然后又一整天不愿意出去。但没关系，他还是爱我。他一整天爱你。对，爱有呀，是不是？阿公，你今天一整天都在干嘛呢？不要靠近我！我一整天就在想这件事情。不要靠近我！今天这首歌很特别，它也是一首别人没有用的歌，本来一度要放在太空人专辑，后来没有放的一首歌。所以呢，今天是我自己的弃曲，我自己退给我自己的歌了。啊啊，很特别吗？